来看一下，前面很糟，后面很整。后面很整。要讲。讲。要讲。再来一次，后面很整。后面很整。欢迎收看 Harry Channel。其实做巧克力酱非常简单，
就要买一个巧克力，然后呢再把它泡水里面，就变成巧克力酱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把它放到这个里面，才可以把它倒到这个模具里面。不然的话，它倒出来就一根棒子，这不是酱，就没办法倒进去喽。好，那我们稍微等一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那么呢，我们的巧克力现在已经变成巧克力酱了。我现在要来剪，然后你看这里不是有一个白白这个吗？好，然后从这里白白的这个剪过去，就粘了。喂，你要不要试试？我们先不要贪吃了，我们先把它。我们先剪脚。我之前还有牛角，一条大便。那好吃哎，大便哪里好吃啊？你要说好臭。最后一只脚，那是龙的身体。我猜它是两条。我猜对是两条。哎，操！哎，你给大家看一下，来问问你看一下，你看正面，哇哦！巧克力的这个已经用好了，对不对？给大家看一下，前面很糟，后面很整。你要继续说，整，后面很整。后面很整。后面很窄。那么我们俩要去冰箱冰。哦，哇呀！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来到楼下冰箱喽。那么我们现在打开喽，要用力。这边吧。哦，我知道。这个拿出来，把它放在这里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那么呢，我们现在的巧克力已经做好了。那么我们等一下要打开，怎么知道怎么弄？我把这个巧克力吃掉。我的东西，冰淇淋，我的拔不出来。我有一个成功了，再一个，我全部都不成功。我们已经把它打开了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好不好吃？我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今天做过我们最好玩的事。我先说，就是那个挤酱的时候呢，它挤出来如果有模型，我们就会拿起来一起玩。然后呢，挤下去的时候都有那个模型，还没有压扁的时候是大便。那你呢？你没有。他说他的新的是 Water Baby Bag。那么我们今天做恐龙的活动已经结束了，那么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谢谢你们喽。那么呢，让大家顺便看一下我们玩恐龙。来，我要吃掉你！Yeah.
们呢今天要做的是巧克力恐龙饼干，你知道看一下，来我问你看一下，你看这面，哇哦，巧克力的这个已经用好了，对不对？给大家看一下，前面很糟，后面很卷。那继续说，卷，后面很卷。后面很卷。后面很窄。欢迎收看 Harry Channel。
对这里，如果家里有扔贴纸的，你们用完可以摸摸看。你们看这个黏黏的，微微你摸摸看这一面黏黏的。再沾点水准备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微微你去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那么微微，这次再换另外一个，希望成功啊，对不对，微微？你看我们两个都破，对不对，微微？拿不起来了。对啊，我们用另外一只手啊，不要一直都用同样的手。这个等很久。我已经忘了巧克力味了。我刚才就偷切一半了。我们这样用完说明它就好了。这个三角龙不是复杰龙。谢谢老天。来把它把这还是湿的啊，没差。那现在全部都没有湿才会很疼。对啊，干脆全部连上去好了。滑掉了，滑掉居然很成功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掉了。哎，感觉摸上去又没感觉，你摸摸看。那洗手又如果一直搓的话，也对。头不见了，我有事哎，你看。给大家看一下。那么呢，这一个呢是我的，这个是暴龙图案，还有这个双齿龙，跟这个是翼龙跟甲龙。然后呢，微微这个是暴龙跟三角龙。因为呢，那没办法，它这个是头断掉的暴龙跟正常的暴龙。这也是头断掉的暴龙。没有，这就是脚没有的三，不是，这脚没有的甲龙。我都有甲。那么我们今天做恐龙的活动已经结束了，那么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谢谢你们哦！一个国王、王后、白雪公主，我要先把国王踩掉。踩草莓的时候。采草莓的时候呢，要轻轻一扭就掉了，一扭不可以用捏的，不然会扑